酵母粉。加多少？四克酵母粉。591克的水。788克的面粉。面粉。788克。桂林。很像。小秤的。酵母搅拌，这个是要做两个欧包的面粉，两，是吧？对。盐巴。17公克。这是什么面粉呢？嘉禾牌高筋面粉。为什么挑这一种面粉？这一款是高筋，所以可以做面包 bread flour， 而且这个品牌是那个鼎泰丰有在用的品牌。这个是全联有卖。嘉禾牌啊？对，嘉禾牌。哦，非广告。1公斤好像70块左右。嗯。10分钟之后要用保鲜膜把它覆盖起来，给它发酵，休息个30分钟，再回来继续揉个5分钟。要历经4次的休息，45分钟，前后耗时3个小时。好，好，辛苦了，半小时后再回来。大师级的来制作面包，切一刀，切一刀的目的干嘛呢？让它发耳朵，这个叫耳朵，耳朵和睫毛，这个是睫毛还是耳朵？像这一横是叫做这个耳朵，
上面的细毛叫睫毛，有看到这两个就表示很成功了。睫毛 ，OK， 哇，看起来就真想吃一口。是，这个叫欧包面包。嗯，好，不错。这叫什么锅啊？铸铁锅。铸铁的。哦，不是陶瓷的，啊、哦。先盖盖子进去烤25分钟、嗯，烤完之后再把盖子拿掉继续烤25分钟，嗯，这样就是欧式的欧包面包，嗯嗯嗯，好，赞哦。这个烤箱多少钱呢？3000多块。3000多块就可以 DIY 了。你这弄几度啊？200多度。230度。230度，好。烤这个真不容易哦，难怪这个面包店都卖很贵啊，哦，就这样，哦，不要嫌弃贵啊，这个是花功夫做出来的，花时间做出来的，这一颗700克重，嗯，啊，这个发酵多久啊？发酵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，8小时以上，8小时以上，哇，要吃到它真难。厉害哦，各位看官啊，到你手上的面包啊，是这么不容易的出来的啊，哦。OK， 自己 DIY 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哦，我们已经开锅盖了，然后前面已经烤25分钟后开锅盖，然后现在开锅盖再烤25分钟就出炉了。OK， 哦，那刚刚已经烤了第一颗了，出炉以后就是长这样了，哦。美美的一颗欧包，是叫欧洲面包吗？欧洲人喜欢吃的面包叫欧包。好，哦，，OK， 这就是成果了。哦，这次买的。好，第二个出炉。我那么厉害，两块钱等于开始送货。第一个是哦。第二个。第二个又成功了，赞哦，欸，品质不错哦，都一样哦，哦，好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整颗装不下袋子了，我们就来切半自己吃了。内里就是这样，内馅蓬松度，哦，好，哦，有弹性的哦，嘿嘿，是有，
好，这样就可以装袋了，半颗一袋。这样一颗可以卖多少钱？外面吧，家乐福一颗42块，但是应该没有我们自己做的好吃。42块，这个在这个随便普通面包也42块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欧包面包的分享。OK， 拜拜。好，面包出炉了，看一下，哇，金黄色的欧包，等等。这个纸原来是白色的，烤一烤就变淡黄色，还是本来就是烘焙纸，就是会白色变成这个哦，烤一烤就变淡黄色，只能用一次的嘛。好，又一颗出炉了，专业的，每一颗都长很像。哎，这个粉是什么粉？面粉，也是面粉。哦，你没有全铺全喷，还是？局部，还是割开它，它就分离。局部，哦，这是目的呢，好看，都有造型，都有。嗯，好，又成功了，做了一颗欧包了，哦 ，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这种欧包的制作方法分享了，拜拜。